我只能夠講以後我不會去動物園，大家應該明白。咁我就覺得嗰、那個，即如果咁樣保護法，我就唔使生活噶啦。咁我成日揾一間房嗰度，同埋件事淡咗落嚟。咁我覺得係適宜應該想過翻啲正常嘅生活。呢件事係唯一解決嘅就係中國政府，但我睇唔到中國政府會願意去解決。你而家睇得到佢一路係。想 control 香港啊嘛，同埋我睇到個情況越嚟越嚴重。既然呢件事一直冇解決嘅話，香港人點會忘記？我唔係因為由於香港人忘記而擔心我自己嘅安全，我唔係咁睇法。我感覺上係公義先行咯，佢得不償失有少少。你為咗摧毀一間書店或者摧毀某一個人嘅出版嘅自由。導致佢而家嘅聲名咁壞，佢係失敗咗嘅。